像邻家大姐姐，哎呀，偶尔换个风格嘛。你们两个这样看，真的好般配啊。来吧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可以，站远一点，不用牵手，也不用搭肩，分开一点好吗？再开一点。好好，就这样。 摄影老师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他们都走出光圈了。那你说怎么办才好？你们往前再来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很好，再靠近一点。哎 ，stop， 你出来旁边站。我，你先背对我，转头过来，把脚抬起来，对，单脚再扭一点，身体再扭一点，好，再扭一点。 好，保持住，保持住。喂，你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啊？你这样扭来扭去不会扭着腰啊？从现在开始，我说什么是什么。喂，你好。好拍啊！他们两个也太般配了吧，真想让他们原地结婚。是啊。 请问这位摄影师，你是在考验我的审美吗？ This is art. What? Art? 我看你是二吧，把头给我抬起来。韩金池，你以为打扮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你了是不是？没错，是我，我这是为你好，好吗？你不要被这小子蒙蔽了。我怎么样？你管得着吗？ 我可是你的 fiance， 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叫我再说就再说啊。还有，小子，我可告诉你，别打微微的主意。我跟微微是指腹的交情，轮不到你在这插足。你就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，你知道吗？无耻，小三，是啊 ，on you。 韩金池，你给我出来！韩金池，我告诉你，你那点小伎俩不要在我面前显摆，要不是看在长辈的份上，我早就对你忍无可忍了。微微，你可别把话说绝了，这小子看上你什么，我不清楚吗？要是 love 啊。 他建立在 money 的基础之上，今天我韩金池就是阻止你往火坑里跳，怎么着了？他看你什么了？就是看你有钱吗？你别这么恋爱脑，行不行？啊？那也不关你事，你滚吧，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傻女人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 韩先生，我原本不想参与你们之间谈话，但是我真想说一句，你确实是看错他了。只有我知道微微喜欢什么，需要什么，也只有我才知道他内心的柔软。
怎么回事啊？把人追到手就可以迟到是不是？当然不是。下次再敢迟到是。